师姐，遵天君法令，未得御令，不得入内。违者杀无赦。师姐，不要！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快点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。我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 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我怎么能够知道呀？嗯，青瑶，灵犀呢？在这里。你怎么把灵犀也迷晕了呀？天宫有何动静？上午，我已经尽量避开天兵，避无可避的都被我迷晕了，应该还有时间。 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分头走，青瑶，你带着灵犀走。是。师傅，那我呢？在那儿。分头行动。 当初公开战报，害我袁氏一族的时候，没想过今日吧。我是没想到你被废掉50000年修为还能追到此，不愧是曾经的四大战将之首。怎么样，被废掉修为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哼，很快你便能亲自体会了。 圆通，我们上当了。说，灵犀在哪儿？你以为仅凭桃林就能保住魔孽吗？你以为抓住灵犀就可以光复袁家，让你的母亲起死回生吗？残害紫云台天将。
源头。云峰上神，末将奉命缉拿醉仙，若欲抵抗，当可杀之。你做得很好。多谢云峰上神，若无他事，小仙还要继续缉拿醉仙灵犀。云峰上神，那这桃林醉仙暂由本座看管，无需尔等。可是，怎么，信不过本座吗？末将不敢。有谁啊？这个世上除了你爹，谁还能豁出老命出来救你啊？那我师姐呢？你师姐？师姐被抓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和程燕带着天宫的仙崽子到处兜圈子。程燕你是知道的，打架的本事平平，可是逃跑的仙法那是一流的。可是他要是被天宫抓到的话，关个千八百年是躲不掉的了。我要回去。干什么去啊？我找我师姐去。你找你师姐干什么去啊？你师姐被抓顶多就是关个几千年，你要是回去被抓了，那就是小命都没了，你爹不是白折腾了吗？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一直逃下去吧？那桃林怎么办？桃林可是你毕生的心血。什么桃林不桃林，什么心血不心血的，有爹在桃林就在，哪重不是重啊？可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天宫有那么多神仙，我们能跑到哪里去？这要是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什么万一？小小年纪说什么丧气话呀？合着这五万年以来，你爹身上这股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劲儿，你是一点都没学会呀？娘儿，爹都想好了，之前九成不是说要把你封禁吗？爹觉得这个办法特别的好，爹知道一片岛屿极美，爹就把咱们封禁其中。稳妥点，先封他个十万年，到时候咱们妇女往里头一躲，就是不出来，急死他们。你不喜欢桃林吗？没关系啊，咱再种啊，种得更气派更漂亮。爹这一身的医术也该好好的教你了，你看到时候咱有地方待，有事情做，我觉得封禁个十万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觉得？爹，女儿对不起你。女儿，你是说的什么傻话呀？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爹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或许以后会有人管你，可是爹以后管谁去啊？爹，好了好了，还有好多路要赶呢，听话啊，别再耽误了。爹，以后女儿都听你的话，你说去哪儿，女儿就去哪儿。我还要跟爹一起种更漂亮、更气派的桃林，我还要跟爹好好的学习医术。不过爹，你刚才说错了，你别说是十万年，就算是五十万年，不，一百万年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女儿就不觉得闷。那就先不封十万年了，一万年看看。那不行，那说了十万年就是十万年。好好好好，十万年，十万年。九臣，十万天兵天将，你亦能含泪杀之？那可是六界苍生啊。